火势猛烈，烧毁了乌堵燕斗村的七间房屋。慈济志工堪在了解居民需要。这个印度人的嘞，他的女儿和他的身材差不多像你这样，不过他比你高几寸哦。志工一一问了灾民的需求，并送上慰问金还有衣物。虽然是补助金不是很多啦，可是还会有帮助到他们嘛。哦，本人觉得很好咯，可以。我本人也是很感恩的。Lagi Encik Puan ni tolong saya hati sikit seronok lah。一点意思样子，好像他们给他们度过一点难关呐。大火无情，烧毁家园，众人聚爱，重建希望。大爱新闻李新伦马来西亚报道。